我上周去旅游啊，忘记带那个卸妆水，用洗面奶搓半天搓不干净，都怪你。一想到这件事，心情就烦躁。快点帮我找条手镯，我一算3万内都可以。我天哪，三万啊！我画我都画不出来，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长相，但我印象很深刻，那个手镯长得跟那个玉米蔬菜粥一样的。玉米蔬菜粥啊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手镯吗？老吴，啊，我怪机啊！你不是赚了十几年翡翠了吗？怎么连玉米蔬菜粥这种手镯都不知道啊？把你把干500年干到死也不知道啊！哪有手镯长得像这碗东西一样啊？但是他3万预算啊！听粉丝说的，这条手镯他神乎其神的，你快点去找一下，我也想看一下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啊，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嘛？到底什么嘛？他说就是要这种意境的。是这种意境能好看吗？我怕找出来不好看呐、啊，姐姐，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手镯长这个样子。肯定好看，人家描述的那么好看。啊，这些正儿八经多漂亮的货，怎么就不要呢？这种贵。人家小姐姐有3万预算啊，关键是没有找到，找不到这样子的手镯。多找一下嘛，他找了2块板就在这里叫。那你还有那么多货，你都不去看？看来了，你看来。好像真没有。有没有这种手镯？这是手镯吗？这是吃的东西。不要讲脏话，你这不是卓满楼吗？卓满楼不是什么手镯都有吗？对啊。有一种哪里有？他就给我找了一碗粥，他说长得像这个样子。没有。看一下嘛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么奇奇怪怪的，我们是做很脆的，不是专门搞食品的。为什么那么不命呀、啊？翡翠博主搞的就是乱七八糟的。你是不是确定这么好的单子你都不找了？3万预算呢？怎么好嘛？这哪有这样子的手镯嘛？找不了，搞一碗粥说要找翡翠，搞笑啊！我都服了，这么好的单子你都不找。关键怎么找嘛？搞一碗粥，我到底要找什么？我现在知道可能是绿吗？还是飘花呀？他就是要这样的意境啊！人都有这种意境，他都见过这一种啦，又不是没有。你慢点啊！老吴，我好像找到了。完了，叫了拿青菜，我找到了，没玉米啊。我这里有玉米。青菜，这里也有青菜，还有粥。我这里有青菜，你看看像不像？这个啊，这就是他要的玉米了。这不黄带飘花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知道，你又不早点找到。我怎么知道是黄带飘花？我都说你脑子不好使，你自己看吧。哇，你老天啊，就这菜啦？对呀、啊，你俩去菜市场买吧。哎呀，怎么不要那个酱奶油？找的满脑瓜不要找我、啊。有青菜，哇，这个黄是亮黄啊，很漂亮啊。小姐姐，你跟我说，浮在树顶的阳光我都明白。你搞个菜，搞笑啊。它桌面上的话飘花还蛮多，你这里看飘花很少，对不对？对。其他都全在桌面上，这里还蛮多的，包括这里的花色，我会尽量取最多的花色。你看背面还有很多，把这菜取在桌面上啊，很好看的、啊。哎呀，种水又好啊，多漂亮啊！你看这一块，哎呀，美死啦！早饭。原来就是这个啊，玉米青菜啊，卖多少钱？哥们，我来了，我吃了你这人嘞，讲这种普通话，叫你娘。快点啦，你有点慢了。